你居然还不知道？啊！一斤要500的大黑喉鱼，在基隆外海咬翻了。哦！黑叔今天跟朋友上船钓黑喉。今天要钓几只？无限。无限只。太贪心了。钓这个底栖黑喉鱼就是要用电钮，串钩钩上鱼爱吃的饵料，然后丢沉入海底，等杆子抖就可以收线上鱼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是啊。钓到小红鱼宝宝。放生炉，拜拜。这循环嘛，大恰当嘞。钓矿越来越火热。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我是黑叔。